完了今天的产检，然后呢我准备去自己买一杯瑞幸。今天产检结果还挺不错的，我要的是5块冰，结果我从那个瑞幸走到车上，这冰已经化了。叫什么呀，碧螺之春。今天喝的是，我来吃一个豌杂面。好爽啊，是有一点坨了，毕竟开回来得20来分钟了。让我来嗦一大口。太好吃了。来宝宝妹妹，秋妹先吃了，毛毛也吃了。小马你是吃别个屁股干啥子？呱唧呱唧的两个好可爱呀。Hello， 这是今天的早餐。就像那种给自己倒了一点点的元气森林。今天的午餐，先来拍个孕妇照，月子中心送的，不拍白不拍。来摆几个 pose， 来你露出来呀，虔诚的微笑。拍完了，来吃一个酸辣粉，加了肉的。这个人贴的这个也太随意了吧！这个假睫毛给我贴的。我们现在准备去练瑜伽，本来说去练一下我整个孕期最后一次瑜伽课，结果那个拍照拍的我特别的累，然后我们走路上走到一半，我就决定还是回家好了。我们现在要出个门，等会要去吃个烤肉。换了一条这个裙子，是我很多年前的，就是穿脏了也没关系的那种。在剪视频。我们本来今天要去吃烤肉嘛，结果我走不动了，我就准备就在这儿随便找一家东南亚菜吃一下。吃的陈记糯米凉虾，但是没有凉虾了。我们俩买了一份冰粉，小小的一碗。早大家，打个咖啡喝。哎呀，大哥的这个超级无敌碳水炸弹早饭，打厚了今天的奶泡。小狗，小狗，小狗，哦、乖爱乖。你在干啥子？天哪，这个上面全是糖霜，我感觉我不能吃这个，太甜了。我试图劝你冷静，但是没什么卵用。今天又到了两个包裹，我们都说这个牌子国产的，是红屁股，就是过敏这一块哈。这是我两个当了妈妈的朋友都推荐的牌子，我就买了这个。这个呢是微博上一个小伙伴给我说的，说这个牌子的那个纱布巾非常好，确实还挺软和的。这个是4层的，好像。我现在感觉我的房间四面八方都是小朋友的东西。天哪，感觉我自己也逐渐变成那种生活中就是被小朋友的东西充斥着的那种父母。现在的一个心态非常的奇怪，我在期待当中又有一点的失落，因为他们都是说你有了小孩之后可能就是会失去一部分的自我，时间上啊，金钱的分配上，还是说你个人的一个情绪上面，或者说你关注度，对自己也好，对爱人也好，对家庭也好，但是目前觉得走一步算一步吧。我觉得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个阶段，就是最终你要把自己跟有了小朋友之后的生活做一个合理的平衡。今天煮一个，又切了一个鸡蛋，好健康的一顿菜，姐妹们。但是我们现在做了小助手是有的，演唱歌的视频啊，或者一些舞也好，或者是一个可爱的形象也好，那当时呢青霞的或者用 Photoshop 任何的一个图像也好，那欢迎大家。爸爸从日本给我带回来的可爱的小伴手礼，奈良的
小鹿，白的是鳗鱼，这个比较好吃，鳗鱼。然后这个是松板肉，蛋挞，哎，蛋挞呀。安姆的那个芝士蛋糕，我把它切了小小的一块出来。我是现在没有在管血糖这件事情了，因为我后面是测血糖都是正常的，去做那种很严格的控糖餐之后，我发现我体重有上来一点点，虽然说我不知道是长了它还是长的我自己，但是就这个情况来说，我觉得还是总比不长体重要好。真的超好，这个是很多人都跟我说很好吃的一个东西。你们看，我婆婆刚刚给我拿的鸡汤，然后这是她自己包的抄手。哇哦！哇，好烫好烫！我超爱喝鸡汤、鱼汤这些东西，但确实这是我怀孕以来第一次喝，已经可以就是简单放纵一下自己。我今天出来种了一个睫毛，现在带我妈妈来去吃一家点都德。这个也好吃，就是他们的特色。而且我今天在家里吃了蛋包饭，先拆几个小的。这是我给自己花40块钱买的一个，到时候去产房里穿的纱布巾，可爱吧？一个口水巾，这个袜子还蛮可爱的，我觉得。就这个牌子的小袜子，我先只买了一双，怎么感觉有点买大了？但这个是夏天用的那种小帽子，这组买的都是这种比较中性一点的这种咖啡色系吧。这是凑单买的一套剪指甲的床上用品，这个怎么洗呢？这是一个床笠，上面还有小兔子。今天出门跟哥哥去上课，先上一个什么分娩镇痛课，然后中午我要跟我的好朋友们要去吃个川菜。急促的操作都不叫有创操作，什么叫无创操作？你测过血压没有创伤的？早上好，姐妹们，今天是产检日。等等，早饭，这是大哥的。吃这两个小小的碱水小羊角，我要吃这里的。已经到医院了，今天人巨多。为什么这么严肃？这个人剪完了，现在来买一个汉堡吃，就是重庆新开的那个万象城北区，然后我们俩就想来尝一下，看你为什么这么火。到了我们的汉堡，但我的咖啡还没到呢。这个鸡块吗？给你们看这个炒酸奶，这个是河南的一家那种连锁店，然后是冷链送过来的，弄厚厚的。哇，这是我怀孕以来第一次吃方便面 Plus 版，香肠、鸡蛋、虾仁、青菜。看那个偷偷藏不住，赵露思妹妹在那吃方便面，然后我们就，这个也太多了。你这碗最凶，最狠。Hello， 我今天又要来医院上课了。刚上完课了，现在要去补个睫毛。刚好看一下附近吃哪一家。我们来吃米线了，响米线。吃完饭了，
我现在又要去打一杯咖啡。现在要去按个腿，也是医院的。我们现在来这边的商场等大哥下班。天哪，今天重庆好热好闷，就是整个那种下雨前的低气压，我整个人的那个都有点喘不上气。都看不出是个螺丝啊。我们来吃泰国菜。这个也是白人经典。我现在要出门去见我的好朋友，感觉在我怀孕之后好像还没见过面。那次的社交还是跟我的那个另外一个已经生了的好朋友。我看到他了，他们两个还在拍我。你们在举手指。要陪我朋友来探店，各种面包店，好可爱哦！哎，这个格局打开，抓钱。